大家好，恭喜你今天来到了，这是一个加加大下线的家。 OK， 我今天要访问的这个人呢，他曾经不是一个男人，是一个男人，曾经怀疑我们的Aurora Pan Condensi。今天我邀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。 Hello，你好。你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江。今天几岁？52岁。52岁。老了。就是喽，这么这样年轻的印尼人。嗯。你可以分享一下，在你还没有遇见我们裤子之前，你遇见什么问题？你的身体有什么问题？我是这样，我的这个左边的腰，已经好几年了，会时常会痛。 开车久一点就会痛了，我穿这个裤呢，现在已经有2个星期了，现在觉得已经更舒服了，有比较改善了呀。可是听说之前你不是很相信我们的裤子的，你买这个裤子好像只是应酬朋友而已，是真的吗？对呀。 那为什么你应酬又可以那么坚持的穿下去呢？因为我穿了第二天了，我就觉得这个腰有点更松一点了。这样神奇，第二天嘛了哦。对呀，所以我就叫你们带拿一套给我咯，在家咯这样咯。现在，那你每天都有喝很多水吗？穿这裤子？有啦。 有水，然后这个裤子现在你穿到效果那么好，你会不会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？当然咯，这个是好事吗？对吗？OK，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吗？没有什么了，就是穿这个裤子有效就可以了。OK，好啦，我们谢谢阿强的分享哦，拜拜。